真香，哎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明哥。今天呢，陪小峰一起来这个鸭栏这里喂鸭呀。你看，这里提的是这个饲料啊，就是上次那个萝卜啊，还有白菜啊，坏掉了一些，然后，摘下来的那个叶子，他说要拿来喂鸭，我现在就给他带过来，让他在那里去喂吧。还有草啊，真的会不会淹死他这个鹅啊？啊？小凤，哎，开始吃喽。对呀、啊，太冷了。嗯。好像吃不进去啊。不大了哦。对、啊，要不要拿起来？现在呢，小凤已经喂完鹅了啊。嗯。还要喂什么？喂鸭，喂羊啊！哦，这个给他提的。这个人呐、啊，在那边呢、啊，炸不到鱼，他要跑到这边来炸了。快点炸！他说我姐过来了，你就没得玩了。我跟你说。试一下啊！啊，试吧。希望上一条这么大的鱼，给小凤晚上加餐、啊。好好好，你别炸到他这个渔网啊！着了你就丢下去啊！炸到没有？哦，这么大声啊！上鱼了？上了吗？快去捡鱼啊，小凤！哦，没有，不是，哪有这么容易炸哦？你想多了。看错了，不是鱼。快点，快点，再把它再吃一个吧。嗯，再把它炸完。好冷啊，这两天天气冷，是钓鱼啊，它是不上钩的，然后就用这个。试一下这边上有没有。好、哦，就用这个鞭炮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炸到鱼了。炸不到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就等。哎呀！呜哦！哇靠，牛逼！这个水泡起来了，喷起来了。不能放在那里，那里有杂草啊，等下炸到那里怎么办？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走了，没炸了，我姐夫来了，你还想在这里炸？真的是。提的。我不理你，自己炸的。还有几个，小凤。我炸了几个耶，快点走。哎，这个鞭炮没有动力，炸不出来鱼啊。等下我姐过来，你别说是我买的，说是你自己的，听到没有？等下我姐过来，你别说这个是我给你的，你说你自己买的。啊。啊。好的。快点快点，我去帮他喂羊。嗯，走了。这个甘蔗就这样种的呀。这都不用种的，就挖两下，随便搞两下就可以了吗？啊，这么简单种甘蔗，来了来了，吃那个草。啊，我想吃你点。看啥嘞？洗手了。到了，看啥嘞？大姐，我帮你喂羊了，我喂了萝卜跟白菜给他，我刚刚喂了一点点放那里。吃不吃？给你了，给你了，小凤。萝卜他不吃啊，没有味道，那个萝卜甜的，我吃过了。不可能是甜的，你当我傻？白萝卜，你看那个羊在那里。我知道啊。那你这袋萝卜给你了，这袋东西给你喂羊了，很多。我也喂了。我就吃。刚刚来这个养鸭这里，看到凤姐夫在这里忙那个搞那个草啊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凤姐夫，哎，喂羊、啊。喂呀，今天喂的迟一点，天气冷了。天气冷啊？啊，对。不冷啊？冷，哪里不冷？我都觉得冷。不冷，我看你穿这个拖鞋嘛。习惯了。这个拖鞋穿的不冷啊。今天有空来玩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草，凤姐夫？这个叫什么草啊？我也不懂叫什么草哦，反正很臭的哦。他喜欢吃这个有味道的是吧？哎，什么都吃的，这个羊的话什么都吃的，只要是草他都吃。哦，小凤拿那个萝卜过来，不知道吃不吃？吃的，他会吃的。但如果你不喂草的时候，你喂他绝对会吃的。哦。嗯，我喂那个苹果啊，什么他都吃哦。嗯。
天我们家那个爷爷家喂羊，用那个橘子皮啊。橘子皮它也吃啊。用橘子皮，然后还有那个红薯叶子是吧？啊，也一样吃啊。如果但是红薯叶子吃都会拉肚子的。红薯叶子。啊，对。没有啊，我们那个是把它晒干的。晒干的，晒干可以，如果是新鲜的不行，而且要看羊的。如果是绵羊的话就不行，绵羊的话吃湿的就会拉肚子，撒黑山羊的话的像这种它不会拉，这黑山羊是吧？啊，这种就不会拉肚子。我们那个是白色的羊子。啊，白色的可能是绵羊吧。白不是一样的，像一样这种吗？嗯，但是毛是白的。哦，那种比较大吧，应该有、嗯、有一种耳朵大一点的，长得比较大，那个脚很长的。啊、嗯，那种可能是你们那边的品种啊。嗯，我们这边普遍就是养这种比较小个。40来斤的，不会大的。哦，不是凤姐夫，你怎么老是穿个拖鞋？习惯啦、啊，农村啦、啊，我们不是、啊。没有，叫凤姐给你买一双那个拖鞋，啊、好的那个皮鞋嘛。我穿不惯皮鞋，如果是那个天气冷的那种布鞋的话也有，但是我不习惯穿，就说我们农村嘛、啊、不方便啦、啊哦，太脏啊。哦。就是很冷的时候我都不穿啦、啊。这样子，对呀、啊，你们知道平常下雨来这里是不是穿的好看一点都不行了？这样子，肯定不、啊、不是这样的。我看他们，我看凤姐穿的那个水鞋，你可以穿水鞋暖和一点嘛。水鞋，脚冻坏了呀。不是那个穿久了会臭的，我不习惯。哦。从小到大都是穿拖鞋，就穿习惯了。哦，这个羊挺乖的。啊，这个羊跟我很熟的。这个是公羊还是母羊？这个小的。公的，公的。哦，原来这么凶的，我看老是想攻击人呢。对，被我训练的，被我训练的，每次我来都跟他打架的，所以他就很凶了。嗯。公羊好玩。对。哎呀！哎呀，你看是不是很凶啊？那个母羊就怕人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这个好。养了几只啊？之前不是买了5只吗？然后它吃得太饱撑了，然后就生那个母羊，然后生这个小羊了。哦。它就是说它不消化，吃多了不消化，胃都不消化。哦。然后它就养不到了，然后就生这个了。哦。所以说现在我都不敢喂那么多了，我那台的时候。刚开始养不懂嘛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就喂呀，拼命喂呀，喂撑多了，那肚子大大的。哦。现在都喂的少少，天气冷了，感觉大厚一点。哦。那个毛，它冷嘛，它就这样。嗯、长长了。啊，膨大起来啊。哦。长得很快哦，去年这个时候一点点的。对呀、啊，吃草的，要不要什么？是不是要不要买什么东西？直接10分钟可以一个草一样就可以了。嗯。喂，5只就喂了2斤玉米，然后第二天就拉稀了。吃玉米啊？啊，对，所以我不敢喂那么多了。我不懂，反正那个我看有人是喂那个玉米啊，什么饲料啊那些东西的。不能喂饲料的，我这里。饲料的话，它一吃，它没水分啊，它容易那个，就说一旦吃到水，它就胀，它就养不活的，所以只能吃草的那个。吃草要不用钱，是不是？是，关键是不用钱的。嗯，哪里都是。是。好，凤姐夫，你在这里喂哦。啊。我先去那边，我看一下小凤他们在干什么。嗯、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过去，看一下小凤，她说在那里搞那个抓那个鸭的。刚刚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啊。他这个羊的话呢可以长个好几十斤的，现在呢我就过去了。朝思暮想的是你，辗转难眠为了你，在这巷子深。